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龙树菩萨所造的大智度论。好，根据后官院长的讲义，第一册第35页。好，好，那因为现在讲到一跟义，说实在，读这些内容就有点复杂，我实在很想给它跳过去。总说就是要不依不异，这样知道吗？既不是依，也不是异啊！就像刚才问的问题，我说，我们都回答，刚才是什么问题啊？那个什么，点香做晚课，晚课完毕了，香没了，到底要不要继续点？要与不要，是不是也是落入二边啊？那如果是比较客观的来看待，叫做什么？非要非不要，那么可要可不要了。反过来就是这样讲，其实是无有定法。因为我如果我说要，你就很紧张，就是哦，到时候又想说，哎，到底要还是不要？又有某个法说，哦，说不要，是不是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很容易落入二边嘛。然后我就会想来想去，到底是要根据他还是根据他？那会不会起烦恼啊？会起。啊，其实也看自己的状况啊，也看自己的状况嘛。你愿意再点你就点啊，你不要点也没关系啊，就完毕了嘛。我们的回向啊，不是在靠香在回向哎，对不对？靠香在回向，那我们就不用送了嘛，就点香就好了。哦，但是也不是说一定都不要点香，也不是说一定要点香，听懂吗？那就是说随顺因缘啊，这个无有定法，这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这个与生死无关啊，乃至于要解脱生死，你看还是要不落二边呢。但是我们不落二边的观念，我们反而不容易理解，哦，所以总说就是不依不异，这样行不行啊？好，哦，我们把它跳过去好了，不然这一段实在，哦，你会讲到有一点困难呢，啊。其实我们习惯不是依就是异，哦，会落入二边。那佛陀也告诉我们，落入二边就是我们烦恼、痛苦、生死轮回的关键，对不对？因为有自信妄执的关系，哦，所以要不能够不生不灭嘛。我们有生有灭，是不是很习惯呢？但是有生有灭，我们会起伏躁动不安哦，是不是就教我们要不生不灭啊？因为因缘法它是平等平等，依与异是不是也是平等平等啊？长与短是不是也平等平等？来与出还是平等平等？这个就是中观的观，为什么叫中观呢？不落二边的中道就叫中观，要去观不落二边的中道就叫做中观。是因为缘起性空的缘故嘛？是不是因缘法充满了平等性啊？哦，充满了平等性哈，哦。好。我看我们这一与义哈，其实就是要不依不义啦，就是透过这个文，各位自己看吧，看这段我头也很痛，因为我们华人的思想不是这种思考的方式，所以我们很不习惯。不过有时候也是需要学习，因为为什么要学习？因为我们毕竟是学佛，佛陀还是在印度的大的文化背景当中，他们的思考模式是这么样子的来思考。这个是我们要去理解的部分了哈，但是我们平常很难这样子去思考，哦，它也就是说，哎，这个一到底等不等等同于物？如果等同的话，那所有的物都可以叫做一啊。一张桌子，我们说这个叫一；一本书叫做一，那这个也叫一，这个也叫一，那是不是都？如果它是等同的话，是不是就分不出来了？哦，但是说它异吗？也不对。哦，是因为这个，哦，就说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呢，
就说讲到因缘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能完全等同，也不能完全不等同，也不能完全不等同，那总说呢，为什么说一时的一呢？是不是也是随顺世俗来说啊？那因为佛法尤其中观来讲的话，是不是一直在否定那个一啊？所以叫做不二嘛。不过这个不二是因为不落二边哦，不是唯一，所以不二叫做唯一，那又错了。不二是因为不落二边，是因缘法的平等性而不落二边，哦。好，我们来看第36页哈，十。这个十也是有点麻烦，哎，第五有没有十哈？十者呢，今当说哈。那龙树菩萨也设问说，所谓的十哈，所谓的十，我们也常讲时间的长短，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相对出来。如果听课很有兴趣，那课一下子就过了。听了那枯燥无味，是不是觉得他耐不下课？怎么这么久？怎么听这么久还不下课？同样的50分钟，是不是不同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它不是时有不变的东西，它不是绝对的，有一个时的基本元素去堆砌出来的，不是哦。这样理解吗？是不是相对出来的？只要是相对出来的，其实因缘就是相对出来的。不同的因缘，不同的心情，是不是就有不同时间的感觉啊？所以我常举例说，当一个人他车祸昏迷了3天3夜，对当事者是不是只是一刹那的时间啊？他昏过去到醒过来，他觉得好像才刚发生过车祸，但是其实已经过3天了。对他来讲是不是一刹那？对他的亲人来讲呢？度日如年，这3天里头是紧张的不得了，他可能就在加护病房里头。我们如果去加护病房的外面等过亲人就知道，加护病房一打开在叫什么人的名字，我们都紧张的要命，就很怕叫到自己，是不是就是因为自己的亲人，我们若被叫去了表示他有问题了，那就喘，对吧？所以在外面又要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啊，那个是很难度过的，是不是觉得如果3天3夜，那简直度日如年呢？时时刻刻都在恐惧害怕当中，就因为我们执着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执着亲人在里面的安危问题，他的生死问题，所以就会觉得那个时间非常的长，一分一秒都在过。这样理解吗？所以时间它不是什么，它不是绝对的东西，它是不是相对出来的感觉啊？同样的3天3夜，那以医生护士，他是不是还是平常心啊？因为他每天都这样子在过，他就是上下班的过嘛。他为什么能平常心？因为他对所有的病患，他不是他的亲人，他只能说尽他的职业道德来做照顾嘛，对不对？所以那个不同的角度对时间的感觉是不是都不一样啊？同样的时间好，所以这里就讲到说，所谓的时在印度来讲，时的名称有2种，一个叫做迦罗，一个叫做三摩耶。那佛何以不言迦罗而言三摩耶？这里的迦罗的意思呢？所以的迦罗就是说以人的一毛一根头发去分成100分。头发是不是很细啊？这么细还可以把它切成100等份的其中一份，叫做一个迦罗，表示他比较有那种实有自信的看法。因为把时间化为有基本的元素，那是不是实有自信的观念啊？实有自信的观念，就说它可以小小小小到这么小，但是这个是它的时间的单元呢。那佛
那么以论主龙树菩萨接受这个吗？龙树菩萨就专门在破这个了，所以他不会用迦楼，他要用三摩耶，三摩耶，所以呢，他就回答他自己设问，然后自答嘛，他说如果也迦罗，那句意有文疑呀、啊，说因为现在用三摩耶，然后人家就问为什么不用迦罗，当我用迦罗之后，他又问你为什么不用三摩耶，啊，是不是就问不完了、啊？所以不是用哪一个名称的问题，而是它的甚深含义哦。好，那又问了一个说，如果轻易说故呢？因言迦罗，因为迦罗是两个字，三摩耶是三个字。如果是比较简短的方式，是不是应该叫迦罗啊？比较容易，比较轻易的来说。那论主又回答说，其实不是轻重的问题，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什么？为了除邪见的缘故，才说什么三摩耶而不言迦罗。为什么不言迦罗？因为迦罗是实有自性的观念，这是不是龙树菩萨要破除的？他没有基本的元素了，没有那个非常微细微小的基本元素。龙树菩萨是不是专门在破这个？而说一切有不，他的说一切有的那个有啊，他也是在现象上去找的那个最最最最最极为的那个单元嘛。所以龙树菩萨其实不止破外道，还要破内道里面的说一切有不。所以我们说，光是佛法当中，也不是所有的佛弟子都是接受龙树菩萨的想法 的讲法。因为我们根深蒂固就有自信妄执的习性，我们生来其实就有自信妄执的习性，要破这个反而不容易。所以以声闻法来讲，众相有，以大乘三系后来发展大乘三系来说的话，也只有中观这一系 以性空为主，其他两系是不是还是相有啊？所以光是中观这个都不代表所有的佛弟子都能够如此。所以我们说真的要理解中观，接受中观，乃至于去实践中观，这个可不容易哦，真的不容易。所以呢是为了除邪见的缘故，所以不言迦罗了哈。好，那因为在印度来说的话，有所谓的这个时论外道，以时间为主要的论点叫时论，那这个的这样子的外道哈，他们也主张了哈，所以这里就讲嘛哈，这个也是龙树菩萨的设问，说有人言呐、一切天地好丑呢，皆以时为因呢。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时间是主因，才造成一切天地好丑。因为它是时论外道嘛，时论外道是不是就以时间为主啊？认为所有一切法当中呢，这个时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是时论外道的说法，所以他站在他的立场来问，那是不是龙树菩萨来？自己来回答，对不对？那就引时论外道在时经当中的记诵来说，说这个有时候因为时来而众生熟，因为透过时间，所以众生就能够怎样，就会生长嘛。从胎儿到儿童到少年到什么，到成年成熟了，成熟。所以是时来众生熟，时至呢则催促。从生老到病死，死是不是就时至了？那么则催促了哈，无常就要催促了。他都用时来看待我们整个人生的过程。那时能觉悟人，是故时为因。因为透过时间，我们是不是也有所成长，有所觉悟啊？
哦，所以他认为这个时是为什么主因呢？啊，时间是他是所谓的主因啊，而且呢，这个世界就如同车轮一直在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所以时变如转轮啊，时间是不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就如同那个轮子一直在转嘛？啊，那人是不是也像那个车轮一样啊，或上或下？那这里的或上或下是在讲说，我们这辈子如果造善业多的话，我们下辈子是不是就往上的善道去？但是我们造的业恶业多的话，就往下到什么恶道去啊？哦，人亦如车轮呢、啊，因为车轮是不是也有上有下、啊？哦，那这个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这是时论外道的说法。那更有人言，这是第二种。哦，说，所以天地好丑，一切物呢，非时所作，不完全是时间所造作出来。然而，这个时间是不变的因，是时有的因哦。哦，所以一般外道来讲，我们是很容易落入时有上头，这个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习性。哎，与生俱来习性，除非我们有相当的善根因缘，虽然具有这个实性，啊，具有这样子的一个执着的特性，但是因为有善根因缘，当我们听闻到中观波瑞这样子的思想，而我们愿意去接受，愿意去学习，愿意去调整跟放下，这个就要相当的善根因缘了，不然是不可能的，哦，是不可能，因为我们本来就会有时有不变的特质嘛。所以自性妄执里头是不是都在破时有不变、哦、主宰单一嘛、哦、好，那因为时本身是非常的细密，细密到什么程度呢？它是不可见不可知的、哦、那所以但是呢，我们却可以透过开花结果看到有时间的痕迹，对不对？我们种种子到它生根发芽长大茁壮开花结果，这是不是需要时间啊？虽然时间细到看不见、哦、这个不可见不可知，但是我们透过外面的这些现象，是不是也会感受到有时间的历程啊、哦、所以呢会有往年有今年、哦、久近迟疾啊、哦、有很远的过去，有很近的现在，乃至我们还要去想到这个未来啊、哦，那么会感受到是不是有时法啊？啊，但是呢，这种时论外道，它有一个观念会是什么？因为这个时它是时有的自性，所以它会不坏，它会认为这个时间是什么恒常不变的东西。啊、哦，那这个是等于是透过时论外道的观念来提出。说那时间到底是怎么样，这是时论外道的看法，那论主怎么看，对不对、哦、所以他是自己设问，然后自己是不是回答、哦、所以呢论主就自己回答说，如同泥丸、啊、是现在时，土尘是过去时，瓶子呢是未来时，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花瓶是不是等于透过窑烧、透过泥土然后烧窑烧出来的，在制作的过程、啊、是透过过去的土尘然后再加上水啦去揉捻、啊、去弄出来，乃至还要用什么机器 去把这个土和得很匀称、啊、好像土条，嘿，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土丸土条啊，用那个来做成花瓶的样子，然后烧出花瓶的样子是未来的。我们现在的土条的前面是不是就是很多的泥土啊？哦，去有过去有现在乃至有什么未来？哦，好，那时相常故啊，因为时间其实它是。是恒常的不断的一直在流转的缘故、啊、所以呢过去时呢不做未来时，过去时就是过去时，未来时是不是还是未来时 啊那汝今书法、
啊，你们的看法，你们的主张呢？这个汝是不是就指这个时论外道啊？哈，说时是一种，是一种物体，是一个时有不变的一种，又很细细到不可见不可知的那种东西啦。啊，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过去式不做未来式，也不做现在式，因为它是非常复杂的啊的缘故，所以过去式当中呢也没有未来式。那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未来式也没有什么这个未来式的哈，过去式里头没有未来式，也因为这样子而没有未来式，现在式也是这样了。哦，也是没有过去式，也没有什么未来式，未来式也一样，没有现在式，也没有过去式哦。哦，一个是龙树菩萨讲的，哦的那个时是透过这个泥土到土丸到瓶的过程去感受到有实相的什么变化。哦，那但是龙那个什么时论外道。他们所想的是什么？是实有的，也因为实有，所以它等于它可以切割成三段，好像各自可以独立。但是如果以因缘法，这三个实能够独立吗？是没有办法的啊。为什么有现在时？是因为有现在是有现在这个时间，是因为有过去，是不是来到现在？现在过去了，就变成什么未来了嘛？哈，是不断的在变化。如果没有相对出来的，我们就分不出过去、现在、未来。所以《金刚经》是不是讲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还是不可得嘛？是因为它因缘不断的在排列组合，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变化，所以是不可得。在因缘法上，是不是就是不可得？因为我们一直讲说，否定式的符号所讲的是不是因缘啊？哦，那。有为的现象，哦，才讲的是什么？在相有上头嘛，哈，哦。好，哦，总之这些哈，哦，说实在也都是非常的复杂，也都是印度的思考模式。我们看到这个，我的头都很大。哎，第37页了哈，哦。汝受过去土成，如果有过去时，是不是也被？因有未来时，以是故呢，时有时法。哦，是因为在问上面一直，因为龙树菩萨是不是要站在外道的立场来坚持他们的想法，而再由龙树菩萨来破他们的想法。哦，他们一直认为时有时法嘛，对不对？哦，但是呢，龙树菩萨就回答说：“汝不闻我先说，我前面讲的嘛。”是有未来式的瓶，有过去式的土尘，有未来啊，那才有现在嘛。哦，那未来式不去做过去式，所以它堕在未来式当中是未来式的样子了。那怎么会说它的过去式呢？如果说，哎，也等于说它不能是实有的了。其实它是相对出来的有，是不是相对出？因为有现在，所以我们可以说有过去；因为有现在，所以我们说有什么？有未来嘛。但是如果是实有的话，它就是会是切断的，哦，是会是切断的。所以呢，这个第二个问题又讲到说，为什么说那？因为它不能说是实有的实法，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那这样子就是无实了，哦。但是他们又坚持说，必因还是要有实啊，因为我们都很坚持什么相有嘛，哦，所以他就说现在有现在的相，过去有过去的相，未来是不是还是有未来的相啊？那其实这些相是不是？若哈龙树菩萨的回答，其实这些相是不是还是因缘的和合啊？过去是有过去式的因缘和合离散之后，现在是又合起来，然后又离散，才会出现未来式的和合。但是未来式会不会也会离散啊？还会在，所以以因缘法，它就是不断的在怎样变化的。其实它是不断的在变化，不是有实有的那个单元呐，啊。哦，总之就是不能有实，不能有那个实有的自性，
那一旦有实有自性，就会有实有的什么自相。那一旦有实有的自相，其实它就没办法变过来变过去呢，反而没办法变，是因为因缘法是不是才能变来变去啊？才会千变万化，瞬息万变呢、啊？哦，也才会这样子，千变万化，瞬息万变。所以以说一切有部哦，他们会主张三世实有。但是如果是大众部呢，会认为什么？现在实有，其他的都不算是实有。但是如果是龙树菩萨中观呢，一切都不是实有，都是性空，其实都是性空的了。也因为性空才能够变化，才能够变化，也不能说只有现在实有哈，是因为大众部它重现在啊，它比较简化，但是它还是难免还是有个实有的观念哦，它只是它的实有没那么样子的严重了、啊。哦，所以龙树菩萨就讲嘛，若令一切三世时有自相的话，那应该都在现在。哦，看得到现象，其实我们只看得到现在。哎，我们能够看到昨天过去吗？我们的眼视所见，哦、我们说那录影啊，录影还是看还是现在看到的，虽然他录的是过去哦，但是也是现在看了、啊。哦，所以如果是有自相反而不能变，就因为性空的关系，所以才会变来变去了。哦，所以说如果三世实有而有自相的话，只有现在是，其实是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现象。如果现在有未来，就不名为未来啊。现在有未来，那就不叫未来吗？未来是看不见的啦，过去是不是也看不见啊？其实都看不见了、啊、哦，所以呢，他还是不能具有自相的。那为什么会他们会坚持有自相？是因为他们坚持有什么实有自性啊？哦，好，那第三个问就问到说，过去时、未来时跟哦这些呢，都不是在现在的相当中来行走的。哦，那过去是过去时是在过去当中来行走，未来时哦，总是他们也会用行这个方式来说它的变化，但是那个龙树菩萨还是讲说，过去呢毕竟是过去了，哦，那这个过去的相是不是消失了以后才会有现在？哎，如果过去不过去的话，那是不是就没有过去？哈、哦，就其实也来不到现在。哎。总说呢，实法无实了。这个时间的这个法本身是不是无实的？就是性空的了。哦，这也是龙树菩萨所坚持，中观论本来就是缘起性空嘛，是不是性空通彻一切啊？哦，总说呢，就是性空通彻一切哈、哦。那性空是不是也才是正知正见的？如果超越了哈、啊，就说用实有自性，其实它还是种种邪见呢。哦，那所以呢，为了要除种种的邪见，哦，所以不说迦罗识有没有？因为迦罗本身就是有自性妄执的嫌疑，因为它有基本最小最小的元素，所以其实百分之一还不够小，是不是？如果能够百分之一，是不是也有可能变千分之一啊？哦，虽然迦罗他是说是百分那个一根头发的百分之一叫迦罗，那其实若能够百分之一，是不是也有可能有千分之一啊？总说呢，都就是没有那个基本的元素了，哦，总是没有的。所以呢，在实方面呢，就会说是迦罗，会是三摩耶，哦，因为三摩耶的话，他比较不会有。这个实有自性的问题，哦，所以呢，哎，我们现在在37页的中间有没有哈？见到所谓的五蕴呢、啊，哈、哦，六这个18界啦，或者12处啊的生灭，只不过假名为实，有没有？所以我们说这个波瑞系是不是性空为名系啊？哦，它是性空的，性空通彻一切。为什么有这些名相？其实是假名而有的，假名而有嘛，哈、哦，无别实啊。
那所谓方跟时是相对的，方是在讲空间，时在讲时间，合跟离是不是也是相对，一跟异是不是也是相对，长与短，大与小，生与灭，说实在都是相对的两边。而在相对的两边的这些名相来讲的话，哦，对凡夫人的心来讲的话，都会以为有实法，所以会有相对的二边嘛，哦，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去除弃世间名字语言法。要如何去除弃呢？其实要不落二边，因为我们落入二边，是不是都有实，都有假名啊？哦，一旦有名相的时候，我们又很容易落入实有自性去了。哦，所以我们说这个为什么到圣者中道不二，他觉诸细论，哦，是觉诸细论，就因为他这个。哦，等于是除弃了世间名字语言法，那是不是就是实相的现前啊？实相的现前是无法言说的，哦，那过程当中当然难免用言说，哦，好，那龙树菩萨又再一次的设问说，如果，哦，因为前面所讲的是不是都在讲实的无有自性性空，哦，那为什么云何听实实啊？遮非实实是界，有没有？在界上面是不是有什么，有实实跟非实实？所谓的实实就是应该可以吃饭的时候，就是早餐午餐可以，但是晚餐就叫非实实了，所以把它叫为药食嘛，叫为药食，那是不是还是有实的观念啊？啊，其实本来界就是重在相上，戒本来就是众相的，所以会有五戒，有八关斋戒，有沙弥沙弥尼十戒，有比丘比丘尼的什么250戒或500戒，因为有相，是不是才算得出来啊？相是可以算的，哦，法性能算吗？蛋糕的样子圆圆的，可以切啊，可以切割，看多少人吃，我把它切成多少样。但是蛋糕，我们一想它有什么特性？甜，甜能不能切割？没办法切割。甜是一个大原则，很少说蛋糕好酸哦，或者好咸哦，那是不大正常的蛋糕。是讲到蛋糕就是甜的蛋糕啊，它特性上，性反而没办法切割。哦，现象是可以切割，就像在球赛一样，那个游戏规则是什么？是大原则性哦，不止台湾、日本、韩国、美国、欧洲，是不是都一样的游戏规则啊？才能够国际赛嘛，对不对？但是现象上是不是就非常大的变化哈？好，所以龙树菩萨就回答说：世界名字法有啊，确实是有名字，但是那个其实也是假名而有啊。实其实它也非实法哦，那你应该。是不会觉得是很为难的啦，哦，主要是因为在毗尼当中来结戒法，哦，毗尼就是戒律当中，这是世间中实啊，这叫做世界希谈，世界希谈的意思。前面是不是讲过有，哦，这个这个叫什么世界希谈啊，第一希谈，对治希谈，对不对？哦，这些希谈，不同的希谈。那世界希谈是适应世间法，因为所有的戒律都在我们生活方面嘛，生活是不是都透过现象的方式来说的哈？所以它不是非第一实法相，所以它不是第一实法相啊，它是在讲相有，而不是在讲性空。当然，戒律也可以跟性空结合，那是比较深的。但是在界相上头，所以刚才不是讲了哦，有很多种很多种不同的数量，是不是都是在界相上面来说啊？界相上面来说属于世界希谈，哦，不是在讲那个第一义的实相的希谈哦，哦，就如同这个我在世随顺世俗，是不是也可以讲有我相啊？讲我是在讲我相嘛，
讲无我是在讲我是性空的，对不对？相有的当下是不是可以是性空的、啊？性空相有是不是会冲突吗？不会啊，其实它是融然一体的事情。哦，我具有相的哈、哦，我的表象，但是我本身是不是也是因缘的和合跟离散的过程哈？所以无我法相呢，实不可得故，有没有？这个法相到底是哪一个时间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是不是一直都是变化，一直不断变化的我，对不对？所以这个我相不是实相哦，是不可得的嘞。哦，所以事中呢是不应求，有何实，有何名，有何相应，有何不相应啊？哦，何者是法如是相，何者法不是如是相，不如是相，也因为这个缘故，事事不应难。也就是在讲说，其实虽然也有实，也讲有实，但是那个是什么世间法？因为从相有来说，哦，也可以讲有我，这是我相，是不是也从世间法来说啊？随顺世俗嘛，哦，但是要讲到身的话呢，才有所谓的性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也是，我们到往往都会从相有先入手，之后才有机会说哦，原来还有缘起性空的甚深法，那是比较深的哦，哦比较难的。那所以呢，这种佛定式的符号本身的这种非，其实哈、哦、性空是不是都在讲因缘法啊？哦那相是不是在讲因缘所合合出来的现象吗？哦，那就有时候看是在讲的是哪一个部分呢？哈、哦，好，所以呢，最后一个问呢，就说若非实时，还有实药或者实医，哦，也有该有的药叫做实药的哈、哦。比方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僧团也有僧团它的一些戒律哈、哦。七日药是实药。七日药、哦、叫做实药、哎、可以用七天的、哎、七日药叫做实药了。那个三一叫做实一，因为出家人是不是都要具有三一一波啊？那个叫做可以合法如法的了、哎、叫做三一啊、哦、那这个皆是科罗哦，迦罗了哈，为科罗为什么不说是三摩耶？哦，就是说这个是在讲，哦，就说有一些也是叫迦罗，哦，而不叫三摩耶。那龙树菩萨还回答说，其实在这个毗尼当中，也就是戒律方面来讲的话，出家人的戒律白衣是不得闻的。哦，白衣如果想闻，那就请出家吧。对不对？哦，那外道何由得闻而生出邪见呢？哦，就是说白衣，就算是佛教里头白衣都还好，白衣就是居士了。哦，在家人不能去读，不能去阅读什么出家人的戒律，不能去读出家人的戒律。那外道又如何得闻而生出邪见呢？哦、因为于今呢皆通皆得闻啊，是故说什么三摩耶。三摩耶是主要是让我们不生什么邪见、哦、那三摩耶本身也是一个鬼名，也就是假名啊。实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假名称啊、哦、总说呢在佛法当中多说三摩耶，少说迦罗或者叫科罗，故少故不应难啊、哦、很少说迦罗的了，很少说，都是用三摩耶、哦、三摩耶来讲、哦、是因为避免科罗的什么这个实有自信 的这个邪见。因为实有自信是很难破的，是很难破的邪见、哦、好，所以呢这叫如是我闻一时。你看分了一二三四五六耶，六段来讲、哦、这五段了哈。如是我闻一时，无语各个意略说尽、哦、这个还算略说、哦、
哎，后面有个总说，不过后面的就比较有意思了。哦，这段有点枯燥，因为用印度的思考模式，哎，我们比较不习惯哈。那个我们要进入《大智度论》的卷二，前面都是卷一哦，还是卷一？卷一里头哈，21大因缘有没有？龙树菩萨为什么要造大智度论？哈，为什么要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嘛？而造了大智度论，对不对？啊，是第一卷的前半，后面是不是就是在讲，在解释如是我闻意识？哎，然后到了卷二，在38页这里哈，总说又一个总说如是我闻意识。尽当总说，前面是不是别说啊？个别的来说，不过总说就有比较有，哎，比较好，哎，不是要好玩了、啊、哈，就是读起来比较有趣，哎，就是在讲佛陀的时代，哎，这个后面都是故事哈，所以就容易读了，所以大智度论不会很难哈，各个击破就对了。哎，但是属于那种印度式的思考模式，我们要去理解，但是我们很难用它的方式来解、啊。不过我们就是很尊重，印度人的思考模式，才会知道为什么佛法可以讲到这么样子的细密、精准、正确。哦，好，我们来看第38页哦，哈，说如是我闻一时。那么今当总说，把它合在一起说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讲何故经啊，佛经本身都会出说如是我闻，有没有啊？其实我们应该要对照那个科判表的话就会更清楚，我们有一本科判表，对不对啊？没有关系，我们先哈、啊、因为正好也没带过来。总说了哈，先解释为什么佛经是不是几乎都是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开始的哦。好，那论主设问，对不对？说若诸佛一好、哦、就说因为佛是什么一切智人啊、哦、自然无失，不随他教，不受他法，不用他道，不从他闻而说法。因为佛陀是无、啊、至高无上者，在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代来讲的话，佛是不是就是他一个人成佛啊？没有其他的佛的同参道友嘛，哈，所以前面不就讲在第35页我行无失宝嘛，哈，在上面有没有？我行无失宝，智亦无等侣，机亦行得佛，有没有？啊，以佛陀他本身是没有老师的，也没有什么同参道友，智亦无等侣，就是他自己开悟的，啊，他不是别人教的，机亦行得佛，积着什么不断累劫数世的积。的精进而成佛的自然通圣道，有没有？自然通圣道哈。好，我们回到第38页哦。好，因为佛陀是一切智人嘛，一切智人，所以他自然无师，不随他教，没有老师教他啊，也没有人传授他什么法。但是在悉达多太子未成佛之前，他是不是也有老师啊？之后他放弃的哦，他不要了，因为他修定修很深的定，他就发现当然有苦恨之外，是不是也修定啊？哦，但是他的修定本身是没有智慧的，哦，纯粹修定纵然很深的定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解脱的关键啊。所以那个悉达多太子是不是也是放弃了？所以他到那个菩提树下去静坐嘛，他是要深观因缘法的之后才成道的哦。所以终究他不受他法，也不用他道，也不是从他闻而来说法的哦。
那佛陀有这样的一个特质，那何以言如是我闻呢？哦，为什么所有的佛经都几乎都是从什么如是我闻开始的？哦，所以论祖呢就自答，哦，说就因为佛陀是一切智人呢，啊，不从他闻，但是一切世间的善语是不是皆出佛法中啊？哦，所有一切善语其实都是佛法的，哦，因为这个善因缘是不是非常重要啊？哎，哦，所以呢，这个当然在框框里头哈，等于是去有这样的注释了，它不是大智度论的本身，因为它去分它的那个章节，哦，所以框框的那个呢，我们就是把它做成科判表，哦，做成科判表哈。下节课可以对一下，好，所以那个大智度论的本文答曰之后，是不是就是如汝所言啊？啊，就如同前面所问的这样子啊，佛陀是一切智人啊，啊，一切智人，自然无失，不应从他闻法而说啊，因为佛法非但佛口说者是，所谓的佛法。并不限于佛陀亲口宣说，但是我们汉传中国佛教是确信 佛经是佛陀亲口宣说，不得篡改，一字一句如同魔说，有没有？哎，这个就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不过在这里就可以看到龙树菩萨怎么来解释这个，哎，所以前一阵子在大陆，台湾也有法师过去大陆来反映了，在反对导师的思想，还一直讲什么大圣非佛说，我都觉得太奇怪。说应顺导师认为大圣非佛说，其实那个是声闻，是那个南传才说大圣非佛说。哎，后来我才想到，他们反对的是佛哈，就是说，因为应顺导师说。大圣不是佛陀，就是说这些经典不一定是佛陀亲口宣说了，不能简化成大圣非佛说，差太远了。所以常常那些批评的人，他本身不懂应顺导师思想才敢批评，真的越懂的话你就越不敢批评啊，真的，哦，所以他们就觉得奇怪，他们一直在讲说佛这个应顺导师说大圣非佛说，哪有？是因为中国佛教一直认为大圣所有的经典都是佛陀亲口宣说，那但是这个是有一点点是有问题的，哦，所以这里就讲嘛，哦，龙树菩萨第三十八页这里 佛法非但佛口说者是，不是一定要佛陀亲口宣说，其实所有一切世间真实善语微妙好语皆出佛法中，佛法的范围其实是很广的，而且佛法有五种人可以说，哎，哦，如佛毗尼佛的戒律当中也讲何者是佛法，佛法有五种人说，一者佛陀自口说就是亲口宣说，只是其中一部分哦。第二个呢，佛弟子是不是也可以说？第三个呢，仙人说。第四个，诸天说。第五个，化人说。有五种人都可以说，但是如何说它是佛法啊？那么要与修多罗相应，与经典相应，而且是不去违背毗尼啊戒律，不违法印，啊，不违法印啊，不违背佛陀所说的三法印，啊，在原始佛教是不是三法印啊？到了大乘佛法叫做一时相应，叫做性空的法印。啊，必须要与经典经义要相应，还有不违背戒律。啊，如果跟戒律是违背的，纵然这五种人说，啊，当然佛陀亲口宣说不至于如此，但是佛弟子这个也就很难讲，因为参差不齐嘛。啊，或者仙人说话，诸天说话，人说
如果他们所说的是违背了啊这个戒律的啊，或者跟经典不相应的，或者违背了什么法印，这个就不是佛法。只要是这三个条件，修多罗相应，不为毗尼，而且与法印相不违法印的话，都可以说叫做 佛法。五种人都可以说。好，我们在堂课讲到这个地方。